来，咱开讲，咱今日讲啊，从中少讲，这部分吼，咱就是开讲安尼，就是咱有一个咱初中可以典藏的家具，迄个展示的展览馆，你今天去听我们上次的课，吼，啊，要坐是吧？你那是要坐飞机吼，去发。所以爱到有多难看，你这你都说你这包括那个走道啊，穿大裤你都这样，自己穿啊，啊，很多穿都穿不到，啊，你还有多难看？啊，你是怎么讲的呀？你又不跟你报仇，啊，怎么这几张弯就不报仇了？啊，我现在给你看，你看，公主真好。哎，以正视听。哦，这是一个农民付出的志工的制服，这领是旧的。哦，但是我足珍惜，这领我穿几啊年。哦，这吼志工、志工哦，志工这两字，志工这两字无简单。我讲实在，哇，你来看，即卖足侪所在、足侪单位，哦，明明有摕钱的，伊嘛是来讲伊志工。哦，伊个民间那边讲，哦，宗教团体。哦，有诶，哦，啊，有诶，啥物迄个，大家拢讲伊咧做志工，啊，有诶灌油头，未到外一大堆，哦，你看前两日啊啥，迄个火车头咧，台北火车头咧卖币诶有无？哦，一支币偌济啊？一支币五百块。哦，来，放遮，放遮。哦，台北火车头遐一支币500块，哦，啊，五支2000，哦，讲你犹太，你来人学生囡仔，人过路人，啊，你甜条条，啊，伊嘛是讲职工，哦，啊，一500块，伊抽300块，啊，你啊，迄夭寿君咧，对无？哦，啊，然后。有的单位，有去民间有的单位也有摕钱的，哦，伊嘛是讲人叫做在做志工，啊，就莫后白讲，像阮咧参加迄个我做的单位，拢政府单位，哦，像去年我是捐血中心，哦，是捐血中心，阮是捐血室人斗三工，哦，啊，就打杂安尼尔，迄专业的工课，阮未使去人插着，哦，啊。捐血中心的志工是拢无钱的，我讲啊，嘛无啥物吼，啥物补贴，啥物车马费，啥拢无，我无骗你哦，吼，伊都可能一年一间聚餐安尼啦，哦，恁会去再去问捐血中心啦，啊，咱人就是欢喜做，咱就是要斗相共，哦，认真讲，有朋友讲啊，你好，你我当阵一礼拜做4-5个单位，啊，你做甲安尼，讲啥？
我是想要，咱希望讲做一寡功德安尼尔，吼、哦、对无？咱希望做一寡功德安尼尔。啊，若要爱钱，我讲，做志工无好做呢。若要爱钱，你著开迄人洗碗咯，吼、哦，反正都赚的较侪，洗碗嘛算点钟的，对无？啊，像我一迄个卫生所啦，吼、哦，卫生所啦，啊，社会处啦，有诶所在叫社会局啦，迄种无钱诶啊，吼、哦，反讲反反正，塞车，桥都歹，坐车，你著咧家己爱负担你诶车费。哦，无啥物补贴啊！我讲啊，所以昨我听迄个左人一电台来主持，讲哦，啊，伊都做志工，伊都说做迄善事，伊都说有一点点的报酬，还可以有增加收入。我先增加A B C D E F G 的地点啊，迄个去念啊，几哦，奇怪，增加收入什么的，还有一点点的报酬。我正听哟，风威风倒，够滚的。所以讲，有的人吼，唔安尼学白人，我嘛去拄过一挂人，有咧做神车，你啦，你去人分神车，吼、哦，一年咧分一斤两斤，好，伊嘛讲伊咧做志工。哎呀，伊若唔敢讲，伊是佛寺的啥修道人，啥咧做志工，伊唔敢讲啊，对无？啊！你一年去人分一斤菜，伊嘛讲伊咧做志工，嚯、哦！这么社会上哦，哎，文士，文士，真久无看，哎呀，文士哈、啊，哎，潮州顺化山西的林文士工程师啊，我的好朋友，我今仔我都做直播，遮个网络摄影机啦，遮个硬体会唔捌的，我拢去问伊，哦啊，潮州，屏东县潮州镇的顺化山西的服务真的很好。哦，啊，工程师大家拢缘投，吼、哦，有够缘投。林文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陈宪廷啦，啊，咧一个玉斌啦，吼、哦，玉斌是咧小鲜肉，吼、哦，啊，拢工程师，即拢学有专精咧。大家会记得啊，你若要山西产品来顺化山西哈、啊，来阮屏东关钓鱼亭的顺化山西，绝对合你会得志的，绝对合你会好乐的。啊，咱当初讲到啥？讲到迄、那个。讲到志工，嘿，志工，嘿，志工没有报酬的啊！我讲啊，我做志工是袂来摕钱的啊！我种人，我都讲，我足滚的，我足生气的。哦，迄个左人，哦，讲什么？还可以有一点点报酬，哦啊，可以服务人群，服务人群不对，我们出来就是要服务人群，哦，可以做一点善事，对，这个都没错。但是都差一句哦，他还可以有一点点收入，一点点报酬。恁去问看人做志工，第一个毋是做头的啦。若真正做志工做甲调的，我讲咱真正有心的，第一个毋是做贴的啦。迄种人莫别讲话啦，我讲实在的啦。我讲，我足滚的，我是，我强随便敲电话去主持，毋过想想我咱人来风飞风倒吼，我一个好习惯。咱人来风飞风倒，来去的时阵哦。我绝对无要敲电话，无要含人讲代志。哎，是安怎嘛？迄知影一定，你若气噗噗，想气想大，含人讲代志讲袂成，绝对出代志。反正等下讲，人主持也无犯着你啥，对无？主持人人万人迷，对无？人伊有啥物观众敲电话来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有啥物感言？啊，伊就是爱忠实传播嘛，伊就爱。伊来接人的口音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无啊，伊款做人哦，我真正想无，怎么说讲，即摆志工吼骗天下，啊，去庙里做一件志工，连扫涂骹无咧分一件神册，分咧什么地狱游记啦，吼、哦，迄宗教的啦，吼、哦，安尼伊嘛讲伊咧志工，吼、哦，爱卖完全变啦，500块抽300块，一支笔。一支圆珠笔来卖500块，我安怎想无呢？伊讲叫爱心圆珠笔呢，吼、哦，啊五支2000呢，吼、哦，安尼讲伊嘛做志工，他也是志工，啊500块抽300块，啊若，哦，啊若，无怪拢人低调的，呾伊若卖2000，就
就千二块呢，三四十二嘛，对嘛吼。吼、哦，啊，这种足多，即个种骗食乖，骗食乖乖啉的这款假的志工、假的团体哦，足多，大家爱说你哈。啊，朋友问我讲，啊，你要哪判断啊？我讲足简单的啦。你若一个正统的志工单位吼，尤其阮拢做公家的吼，上稳。吼，做公家无钱哦。吼，我是听有听一个阮厝边吼，一个做摇摆，一个做人，吼，伊有前科，啊，会使做志工，讲起来是解决自身嘛。结果伊讲的，因是迄个国税局啦，吼啊，是对啊，电力公司啊，吼，是迄个劳工局迄个什么？就业站啊，就业服务站啊，吼，来讲安尼，三点钟100块，安尼都嫌少呢。就去对就会使，一工几啊千，我讲夹，我听你人夹，这是世间要对做几工，一工几啊千，啊。一天，莫讲几啊千，一天几啊百，看要地有啊。你做人吼，唉，唔好安尼黑白讲话，吼，唔好安尼夭寿骨，迄一领吼，讲较要听，靠一个喙齿啦，袂输那丧尽天良嘛是安尼尔啦，对无？吼。好、哦，来，好、哦，我所以讲，哦，今仔有一个开悟的女魔呢，考到警察特考的榜首呢，所以看人会读册都水都会读册，真正这款的那真正爱学咯，对无？凯沃的模特陈伟如，哦，台湾科技大学啊，袂歹，台湾科技大学，台湾迄当阵是叫做台湾科技学院，迄五专生要啊，也是迄个高职生要读四技，吼，啊，五专生要差二技，哦，差大了对吧？台科大，阮迄当阵拢讲技术学院啊，因为全台湾技术学院干呐一间尔，叫做台湾工业技术学院。阮迄班就一个杨泰安呐，杨泰安进职迄个是海关，嘿啊，无人伊退伍了，伊有诶去考公家，啊有诶去考，因迄阵诶去考大学啊。啊，有诶去读逢甲大学啦，吼，啊，有诶读其他大学啥，啊，伊第一个考到迄个台科大，迄当阵咧叫台湾工业技术学，台湾工业技术学院，啊，工业技术学院诶人本来就真正足牛，伊足伊拢全台湾上优秀诶，伊迄当阵台湾工业技术学院伊收诶学生啊吼，干那收。高工高职的，吼高职生，伊当阵伊无予高中生报考哦，伊求高职生，啊伊二技就是顶阮讲的差大了对啊，伊二技就是五专生，吼二专生三专生要差大去考的，啊迄当阵吼，毋是歹考尔，大家拢知伊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就是台湾科技大学，他有那时候有些学分。他是受美国、哦、日本、外国一些大部分学校的承认，所以说你来留学，你去美国的名校，他们承认台科大的学分，他不一定承认台大的哦。我唔是讲迄个南校的哦。台大有些系的学分哦，引去美国、去日本，不人不一定要来承认。但是台科大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，因
修的有的学分去到外国，人随着是落地生效。哦，啊，不管这陈伟如小姐这，然后考到警察，都是警察三等特考榜首。哦，哎，哎呀，这。警察三等特考就等于警官呢，一定警官的囝，哦，迄前途以后有够好，哦，这安尼，对啊，哦，哦，台科大材料科学系的，哎，人这真正是水都够读册，读考都好诶，真正真正够，哦，这种的这一个。人中之龙，哦，人中之凤，哦，哎呀，啊，来，咱开讲一下天气的，这礼拜哦，咱全台湾可能都高温闷热，都是会翕死啊，会翕甲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多啉水哈，茶汤多啉寡哈。医生讲，这时阵哦，一天上好啉2000cc啊。你像台北即马热到37度、38度，算煞足正常个啊。哦，较早你感觉热到38度是会使讲无法度想象个，啊即马。37度就驚死人了，佮即摆講熱到37、38，吼、哦，哇！這是，所以大家吼，大家互相勉勵下，大家互相勉勵一下。迄、那個一工愛啉2000cc的水，吼、哦，啊，茶湯水是你的。你莫等甲喙干啊！你莫讲，有当时掉沙就是安尼。你唔知，大家加加减减吼，有掉沙的经验嘛？哦，掉沙会啥中暑啊？哦，莫中暑。嘿，等下你掉沙了，感觉哎呦，那像咧感冒啦，啊，规身躯发红啦、发热啦，哎，当阵袂赴啊，哦，哎，当阵该啰嗦啊，哦。对不？啊，迄、那个，哦，所以大家尽量爱啉茶汤哈，嘿。哇，有一个新北市的科长，近前五年前哦，旧年哦，南邦脚床哦，哦啊，哎。哎，讲起来，迄嘛袂好呢。哎，50几岁应该娶某伊也，就算像我即马50岁，还袂娶某人，我嘛知影讲，哦，咱人爱守规矩，袂使学别来。伊手学袂会，一个人来过，你会凄惨嘛？啊，伊做甲科长，对无？做甲科长，啊，你含电梯内底，你有长官呢？哎呀，那局长、有处长、副处长啥，含伊做咩坐？哦，那迄个专门委员，啊，伊，我讲，你上电梯拢无人，干那孤人看你，就算安尼，你应该守规矩，你讲有影无？吼、哦，啊那，人迄50几岁啊，人望人20岁的尻川，啊，做因祖囝会过啊？就算伊无。你若讲像我，像我虽然我无娶某，我无生囝，无某无教，吼、哦、对无？但是我即点我该收礼数啊。你若我若看到人做囡仔伊，吼、哦、10几岁、20几岁、30几岁嘛，迄我拢当作我的事实，因为我查某孙吼，我的外甥女吼、哦，我即摆做舅公啊，吼、哦，我不止做叔公啊，我嘛做舅公。我外甥女30几岁足多啊。哦对，我当然唔是讲看到40几岁，咱就使学袂来，唔是迄个意思啊。伊讲至少用10几岁啦、20几岁、30几岁，即款早囡仔伊啊，
我拢当作是我家己的祖囝，我家己的外甥啊，同款外甥女啊，同款。我绝对袂去有讲有迄个非分之想，吼、哦，袂去有非分之想，对。我想讲，今仔这新闻，新北市这个科长，这些长的呢，哦，报名报姓呢，哇，哦，是啊，啊，这安尼啦，做甲科长，人望尻川五十几岁啊，哎嘛，都做几年了，要退休啊，啊，人二十岁也望尻川，哇，人望白盘啊，我感觉是啊，迄旧年的代志，迄毋是真的，迄若真，我会讲。讲伊是偌济读阿丹妈迄个阿虎伊啊，啊，偌济阿丹妈阿子伊啊，过年刚水，我早起那爱出来就，啊，农业机啊弄弄，趁袂掉，啊，过年刚过两工就随风掉掉一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同款做甲科长伊品行吼，伊个薪水同款无减嘛。啊，就无做科长，无主管加职安尼尔啦。啊，伊无差，我是讲，是讲有啥物有差无差？咱查某囡仔含伊也无安怎。啊，即你，我感觉五十几岁查甫人，你若能做伙坐电梯，你真色性伊啊！啊，坐电梯啊，咱迄人会使做你个查某囡仔，总对人爸母人懵嘞。啊，人别人无咧看伊啊。哎，所以讲五十几岁啊，黄天仁教授。我唔是讲你，我讲咱五十几岁，咱真爱要，咱五十几岁真爱保持身体健康。真爱你哈，我你看，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人。真的，你看，看新闻，真爱惊死嘞。哦，对不？咱他在这社会上吼，人面兽心的人足多，你知道？红不泄洪啊！讲实在，人面兽心的人真正足多哦。哦，啊，咱就使咱的时势吼，我无搞吼，对无？嘿，你黄教授，你去迄个今仔《苹果日报》看了有啊？吼、哦，迄新北市张姓科长。哦，我讲吼、哦，你想看？我五十几岁，我无娶某对，啊我无生囝对，但是我那种变态，我嘛袂啊，我较正常，我会看 A 片，但是我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我看 A 片干啊，我家己一个，吼、哦、我一帮人看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、我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，啊那无可能讲哦，你色情来讲你，这是有法治的社会呢，对无？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吼、哦，来，你讲新北市迄个张姓的科长来新进人员，来局里的新进人员望爸母啊，迄咱就讲到遮，嘿，社会毕竟较温暖的代志足多，足多温暖的代志啊，咱唔免讲到这迄个其他里里口口的，讲到啥物温暖的呢？我讲拜六吼，拜六我去迄个参加迄、那个。大高雄三十八区公益路跑，我也是伊三十八区轮流走了，对啊。哦，啊，这是迄个赵天麟立法委员，哦，一班的。啊，你会想讲，啊，你即摆是来替邮票用，毋是毋是？大家听我讲哦，赵委员伊足够招标，伊号称全马立委，好人伊真正有来走，伊有全马伊走会完的，伊全马已经。我以前买，个性十几胜啊、哦，比我较侪哦。我以前买十几胜，啊，你若半马都免讲，我以前有在走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个嗜好哦，他把它推广成为一种哦，造势活动，这也没错啦。哦，啊，我们不是讲政治啦，啊、我今嘛是讲，我刚去迄个路跑的经营之一，我去较侪呢。嗯，茂林区，茂林有无？迄、那个较早，迄个高雄的茂林，迄个山拿咧入庙无？啊，茂林边啊是高丘和台金嘛。哦，伊讲，你讲，伊山区啦，真正山区，伊你要讲伊，我屏东也对啦，啊，但是伊上
上迄个高雄区的啦。我啉茶，啥甲因做大声吼？嘿嘿，哦，啊，迄风景有够水啊！伊个拜向吼，咧，迄天气咧有够好。啊，阮对迄个中正高中坐接驳车去的。啊，我兴趣吼，我唔走演员吼，走天灵委员，啊，也是因服务处的人吼。其实我无熟，啊，是常常走表有知影尔。啊，伊办38区吼，我有去参加几件吼，啊，我兴趣就是迄个写真啦、翕相啦，吼啊，我迄工多，我啊，即我有来录做迄个 YouTube， 有录做影片，大家呢，大家再来 YouTube， 你啊看我有写，有连接，有连接迄个 YouTube， 要找怎好找，吼啊。迄、那个，啊！你即马问我要讲啥？我讲吼，政治的代志我唔捌吼，啊！我无，唔是咧替人宣传，只不过我是讲我亲身看到。你看我寻宝网翕的相片，啊！你我迄个电影，迄、那个 YouTube 的电影，吼！我要讲啥？我讲赵伟人吼，这少年人袂歹，有一个老大哥吼。因天气实在真热，我那阵我看，因咧陪跑员哦，迄种水果你看，陪跑员买到一排，然后八个九个，拢水当当的姑娘啊，哦，啊拢熟女啦，吼，大部分拢熟女，啊拢足够走的呢，啊无那叫陪跑员，因就是拢一走头前的，你路跑要走头前的人，迄无简单嘞，吼，迄毋是水尔，就像咱当阵讲的迄个凯沃迄个。陈伟如、陈小姐、模特儿，人考到警官榜首，吼、哦，迄毋是水尔，一读都是一流的，第一多赞的，吼、哦，对无？啊，咱即摆要讲啥？讲啊，就迄天吼，详细情形我 YouTube 拢有啦，啊，我寻宝网的相片拢有啊。我是讲，我学到走的呢吼，因为我含伊无熟。但是我介欣赏这個人，我知影讲，伊平常时也有咧慢跑，吼、哦，伊全跑委员。啊，迄天，大家拢咧喜咧咧，然后我着面色青红个足侪咧。迄天走，迄是38区吼，38区个路跑，迄、那个短程路慢跑，38区个慢跑内底上长个一场。可能以后嘛无比这场较长诶，12.8公里，啊，而且是山路，哦，啊，无林诶山路吼，含迄个我迄天去桃，迄含我迄间去六股，去桃园迄个山路都无共，六股桃园迄吼，迄是落来，迄个落来都有崩坑，哦，迄个落来都有崩坑，啊，你个无林迄吼，伊有起哩哦，伊起哩伊都来落来。哦，迄真诶，我讲迄关渡会使做营销费，说我无骗你，你大家若有去某林佚佗诶，然后你就知影讲我无咧好笑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结果安怎呢？伊，阮就比赛结束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大家踮遐量迄个啥物心跳啦，吼，以后就设一个心跳 APP 啦，吼、哦，量血压、量心跳，吼、哦，啊。也是讲补充水分、补充水果，吼、哦，吼，也是补充点心。啊，结果赵天麟委员拄啊，伊这颁奖，伊毋是颁奖，伊迄个伊算寄付了对啊，寄付予迄个某林区的迄个原住民协会啦，吼、哦，社区啊，伊捐款迄、那个予茂林区。迄个原住民的社区就对啊，啊，拄啊颁奖了，啊，翕相了，结果一个老大哥，应该比我较大汉啦，所以叫老大哥。我年岁可能有迄个，我看60几啊，但是60几会使，看，伊身躯看起来有练过，但是可能是
第一，迄天中断；第二，大家要注意哈，你走马拉松，你体能不一定拢做，不一定逐件拢一定拢做好。你随时要注意家己的体能。啊，结果迄个老大哥本来是坐咧，坐咧尔，哇，目睭从变白。哦，啊，我刚才边仔大家众人在看，紧医护人员来啊，唔好，护士因来啊，啊，迄个EMT 哦，急救员也来啊。啊，结果呢吼，哎，阮遮无停电，吼，我这故事我讲完，哎呀，啊，结果，即摆轮椅，哦，我影片恁看较清楚。走的人去倒塞，毋是轮椅，我讲毋对。担架有轮啊，迄种有诶，迄个救护车来用迄种急救诶。急救的担架，从起来塞来呢，去倒送呢，哦，倒急救就对了。哦，这少年人袂歹，哦，伊毋是作秀，我讲实在，你若作秀吼，咱拢知影啥物叫作秀，伊若作秀毋是安尼啦。所以讲吼，我是。伊我目睭亲，目睭看，哦，啊，因为我是冰冻官，伫就电力顶面嘛吼，啊，是来讲，我嘛希望我去一票投予伊，啊，但是因为我伫冰冻官的官面顶面，我只不过是从我目睭所亲目睭看到的，吼，来啦，赵天麟委员吼来娱乐一下，因为我唔惊啦，我是讲。我翕相啥，我也毋是人请我的啦，即我毋惊，你拢会使去餐厅。我人爽，吼，迄个我的运动，吼啊，尤其你伊高雄三十八区有足侪拢是山边啊，是海角，吼，上山落海就对啊。即参加即个路跑吼，介有意义。我咧拄着讲，赵天麟委员，伊安尼救人，到救人吼。到更单只，到三工吼，咱感觉讲，哦，更有意义，哦，这件事情更有意义，哦，大家人拢大家人的思想啦，啊，唔是讲我讲啥，啊，就一定讲就有啥物另外的目的，莫看甲遐恐怖，哦，你讲有影啊？然后吼，就迄个因的迄个跑团中树学院呐、啊，迄、那个基督教门诺会花莲山木中心中树学院，讲到这个吼，我迄、那个几廿年啊，我迄个全年我吼，我讲我全年的发票，伊全年发票不是说可以捐献吗？我大概好几年前，至少有。就大概有，我大概四年还是五年了，哦，大概这样，我无差不多啊，我也袂碰风啦，啊，我也袂讲迄条讲，哦，加上结果什么，结果做好安尼做伪善的，我嘛袂，我的就不管几年了对啊，我的全年的发票吼，全年的发票，我拢捐了迄个基督教门诺医院，哦。我真爱人讲，我会记之前我无人讲过。全联的查某囡仔知啦，我若去买物件，全联因较早吼，真较袂问啊。较早因若咧拍发票的时阵，啊会问讲，门票捐赠的啊给门诺医院，我讲嘿对啊。因较早全联较早拢，即摆因即一站一站因的文化无同款。较早的时阵有一站哦，大家呐买单的时阵，啊要发发票啊，电脑出来讲，陈先生，你的发票是捐赠的，对啊，给门诺医院，伊都 check 一件，他会再问一次，哦，即我讲实在，爱这迄个门诺会，伊这华东地区的门诺医院就是门。就是门诺会啊，会啊，
哦，啊，伊三步中心就是专门来收容，咱坦白讲啦，家庭失能的囡仔啦，家庭失能，大家应该听有啊，哦，家不成家啦，哦，爸不成爸啊，哦，有家庭，没无家庭都较凄惨嘛，迄款的就，哦，迄种叫做家庭失能啦。哦，啊，因一阵吼，一阵十三个嘞，嘿，啊，胖胖这查囡仔吼，伊是八岁时阵车祸，正手从手术去切起来，哦，胖胖，啊，这查囡仔，嘿，哦，啊，一手呢，我讲迄真正，你有法度无？我唔，咱当然唔是讲有法度无法度的代志，是讲咱有法度，但是咱唔爱练外久，哪有法度？啊，伊是拄着啊，伊是一只手尔。哦，伊迄、那个，伊都是失去正手的呢，伊的正手无去，正手迄个车祸手术切掉的，安尼。哦，安尼用倒手，哦，即我倒手，用倒手安尼，徛，有像一顶十三个，啊，伊甲当然十三个，啊，咧老师抓来啦吼，啊，拢正常，即骹手正常啦吼，家庭无正常啦，哦，咱咧讲只安尼，啊，无唔对啦，无家庭来正常，伊会有教会来收养，会来收留，对无？我人教会是做功德啊，对无？我啊，一个倒手，啊骑脚踏车，骑台湾全岛，哇、哦，这真正讲起来足无简单，吼、哦！啊，胖胖讲伊以后希望做一个设计师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对吧？真好，室内梦想是，伊的梦想是以后做一个室内的设计师，哦，安尼，祝福伊啊，祝福胖胖，哦啊，基督教门诺会，哦，三步中心这功德足大，哦这。这是来，这功德足大。人因唔是功德力尔，人因来这艰苦人囝，来这囡仔收养，哦，教因读册，教因做梦。哦，你这不是讲真笑，唔使骂人啊。咱人无梦哦，就变成啥？行尸走肉，行尸走肉。咱人爱有梦想，你有梦想无？我嘛有梦想，吼、哦，做梦，唔是啥物怕，唔是啥物，袂堪只讲个。我当然你袂使野心足大，哎，我以后要做总统，我以后要做川普，哎、欸，我以后要做志玲姐姐。我当然啊，安尼一世人拢免想啊啦，迄不是那个不是叫做梦了，那个叫什么？恁知啦吼，恁、哦、了解啦，哦对无，哦，啊今仔你阵。这个门诺会的查囡仔胖胖吼、哦，一支手，台湾环岛完成，还讲以后想要读册做室内设计师，这就是正确的，这正港的梦想。哦，咱爱来学咯。哦，啊，我相信伊做会到，因为伊今日一支手，我都台湾全省环岛。骑脚踏车完成啊！有啥物做袂到？你做会到无？你通做会到？会啦！有梦想，就有力量，力量就使咱去哩完成。安尼你讲对啊？唔对？对无？若无梦想？是不是？
迄个，啊，顶住啊，迄个一个查某明星，做伊那尔，哦啊。假设就是拍，差点拍死迄个计程车司机了无？吼、哦！啊，最近讲从因老母啊放落来财产，600万套房卖卖，讲一个月开10几万开不够，哎、欸，我莫讲名啦，迄新闻你看就知影啦，吼、哦，安怎搞啦？偷着日本仔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！人虞美人财产是10亿，虞美人挂的卡邦啊，哦，香奈儿、香奈儿，哦，香奈儿的卡邦啊，一卡那10万呐、啊，哦，啊，人伊挂得起，伊财产10亿，伊是安怎挂不起？拢会谈的，对无？啊，咱讲这安怎搞？哦，这食烧酒醉，差一仔拍死家庭车司机，拍死人个艰苦人，赚食人个。最近卖600万的，结果还有，结果伊哦，迄所费都熬开，都爱行夜店啦，哦，爱，像囡仔人啊，都熬啉，啊，无熬啉哪会拍死计程车司机，拍不死啦，哦，从官大爷啦，起起来人讲头，要受群的人趁食人，人个有某有囝的，人个饲某饲囝的，我喺电视中，今。迄当阵无直播啦，有人一边啊种用手机啊用镜头录落来，看会现现。我想讲，这查某囡仔遮水，吼、哦，啊安怎搞？吼、哦、啊，应该有日本女人的美德啥？结果哇，凄惨，夭寿骨了。啊，规定了无？三查某囡仔做伙拍死，拍一个拍不死。三个查囡仔差一领拍死一个计程车司机，拍死人个手面趁食个，个运奖。所以讲哦，哇，哇，啊，这种笨色人吼，人讲伊安怎搞这款笨色人吼，啊，咱就莫讲啊，15万都歹啊。哎呀，一个月讲10几万吼，伊赚无够，一个月所费吼10几万伊开无够，啊，所以伊爱从伊600万的套房卖出去啊。嗯，这吼，所以讲，有人在。一次强调，来大家拜托一下，咱遮若物件要寄卖吼，我足欢迎帮你来斗三工，哦，大家双赢嘛，斗三工你卖物件嘛，哦，啊，我做这直播虽然是半做半佚佗啦，啊，但是嘛是希望讲看会使接一寡生意来。来吼、哦，增加迄个交流无？吼、哦，诶啊，逐工吼，即新闻就是安尼，啊，有好有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讲着。叶良吼，叶良林党的这迄个大家较尊敬的企业家，吼，76岁安尼，捌换官，吼啊，迄个林奇秀，哦，林董事长，这大家拢知高雄遮做铁鸭界，钢铁鸭界，钢铁大王，吼，你个林奇秀林党的伊阵嘛是中钢的股东咧，啊，人伊真正靠家己拼起来，吼，啊这。上有名迄个义大游乐世界有无？啊，义大医学院、义所大学，哦，
这一大世界这种也，哦，哇，你迄个，啊，人伊是迄个艰苦人囝出身的啦，真正艰苦人囝出身的。国校毕业吼，国校唔知有毕业无？吼，人伊就，吼，十几岁就对中部、对台中来甲高雄来去工体啊，吼，吼啊，你看伊叶良集团真正无简单，吼，啊，人伊真正诚实的企业家，啊，伊讲。伊吼，林党诶，伊进前吼，几廿年前，伊 FB 伊有开 FB 哦，吼啊，但是因为可能讲，因为人伊诶身份较特殊啊，可能，可能有一寡有诶无诶，落个速度入去啦，我咧想啊，即是我咧想，起来了乱啦，结果到尾林党诶，伊诶 FB 总关起来。哦，迄个树大招风嘛，哦，啊，这不怪啦。我讲阮遮一个房屋中介诶业务诶，啊，十几月了，我关下阮同学，诶，讲同学下去下去，含我尴尬啊。啊，老师诶囝，这人足肥诶，我讲安怎肥？一世人毋捌做过好代志。我讲这无好笑。我国校的时阵，因老母啊老师嘛，因老爸啊本地嘛老师叫抓伊关嘛，毋是政治哦，人倒钱。因老爸叫因老爸人倒钱，哦，啊总差点害老母啊老师也无通去做，佮总用办离婚来止血，哎，吼、哦、因老爸用关，啊即摆即个囡仔国校的时阵算真老太，国校无啥功课嘛，阮较早的时阵国校无啥功课。到高中就未读啊，高中就未读啊。高中是阮德州高中200名以内，150名以外啦，那200名以外，无，逐间班长拢无来看到伊啊啦。吼，阮隔壁班嘛，阮也毋知，阮实验班呢就两班尔嘛，查甫两班嘛，啊结果。刚读高中就无伊个消息了，靠腰干。啊，国校是小白弟弟啊，因老母啊做老师啊，所以讲吼，国校内底拢因老母啊同事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比以前啊囝都较清，拢有一种优越感。啊，结果我讲这边啊，伊我记得五年前我有足短时间我含伊共一间牵头公司啊，中介啊。中介公司，啊，迄间个头家食毒出身的啦，哦，我讲中介吼，中介，尤其真海中介吼，个头家若毋是迄个做鸟鼠仔会，无着食毒个，无着跋筊个啦。较早拢是即款型出身的啦。啊，头家非讲伊师专毕业，结果是阮五专个学弟咧顶课个，伊顶课个。啊，叫更肥咯，肥讲伊花莲师专毕业，你去叫我来做钱，我咧臭干。哦，啊，即摆来，即摆言归正传，讲到即个小叶，总爱肥讲啥？讲伊是叶龙集团哦，林毅所董事长的特助。讲伊较早少年的时阵哦，伊是迄个叶龙集团林毅所林总裁的特助。伊是无叫林董来听着，然后我讲话听。伊讲迄个时间吼，伊来用乖啦，啊个，那拄着熟识，伊拢讲伊叶龙集团出身的啦。啊，若拄着无熟识，尤其外地的人，特别来看田、看厝的吼，要来看土地吼，伊就人陪好。连迄、那个迄间中介公司的头家，甲阮一人不讲，一个花莲师专毕业。哦，啊，一个是林毅所董事长的董事长特助，
你要叫我帮因做证，我咧臭干你，当作因白痴，白痴哦。这种代志，谁敢来做证？讲因为讲我讲话吼，因讲大家拢知影动啊，我叫动啊嘛，陈跃动嘛，我叫动啊，动啊讲话袂人骗，对啊，就袂人骗，所以我特别无可能替因做啥物证明啦，我袂讲话啊，迄、那个小叶，迄小叶屁的代志都一项，含官会有关系。啊，大家知影我官会吼、哦，我不但是官会志工，我嘛官会吼、哦、几啊百件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无啥，这比我较敖，这无足多。我这无叫做敖，我是尽我的本分，我做会到，我人斗相共。啊，小叶，你知影啷个讲？讲好，伊嘛去关怀，伊就是关怀吼。这个小叶哦，吼、哦，老师的囝哦，对少年红管教老这个小叶，我卖讲伊名，吼、哦，恁都，阮家你个门口看狗啊，吼、哦，做中介小叶，吼、哦、啊。逐天透早就念大悲咒来往听，讲伊食菜念佛已经修到有成就啊！这个小叶讲安怎嘞？讲伊的肝病吼，就是关怀去予关怀中心来传染的啦。我无骗你，那是无录音尔，这病根本袂消啦。伊可能一世人关怀一个、我可能相信伊啦。伊讲伊是林义所林董事长的特助啦，哦，这大家拢嘛知影咧骗人。第二啦，伊讲伊的肝病就是关怀去予捐血中心下，捐血中心将肝病啦传染予伊。这种人讲白菜讲甲真正面见笑面白红，我相信伊有关怀关一件，吼、哦，可能第一件就验出讲有肝病。从此以后，一世人拢袂使关怀啊！就剩伊个头家，吼，迄个中介公司个头家食毒个，一世人拢袂使关怀啊！结果伊嘛在人全讲吼，伊拢含阮去关怀，拢含我嘿含陈月东去关怀。这种人，我也无直接讲个清楚。因会对这个社会、对这个世间个人，最后来大家讲，这种人无来谴责，无来吼，无来。要来谴责就对啊，要来提出来讲，讲给大家听哦。以后因会袂使，因唔知道对边别人讲做啥代志出来，讲愈大个白贼话出来，哦，啊，用了咱就是安尼，啊，这用最后，吼、哦，多谢大家。我讲迄个小叶有无？讲伊肝病就是捐血去个捐血中心啊，传染的，吼、哦，这永远拢爱记咧哈。这款人足多，吼、哦，这种人。真可累累，啊！摕一本佛经，拢讲伊来食菜念佛已经修道有修成啊！好，大家哦，啊，祝多谢大家来入来我直播，啊，入来姐姐一起我拍拍，好，你好，好，我即开始上来，好，你好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好，谢谢。